虎扑11月11日讯，柏林赫塔门将施沃劳谈到了沟通对球队的重要性。施沃劳表示，在沟通方面，拜仁中场穆勒是个很好的例子。施沃劳，柏林赫塔在球场上增加了沟通，但是我们还要有更多交流，来帮助我们。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像穆勒在球场上很吵。但是如果你有一名可以带领年轻球员的中路球员的话，那么与这样的球队交手很困难。双引号